先吃一口葱，聪聪明明。老王，喊人打电话说今天珊珊开会，喊我们下去吃饭。这好难，珊珊已经五个多月了。收拾你走的喽，等会赶不到班去喽。好哦，老妈，哎呀，那哈，这边要得，还烤得快呀，打电话就来，没得啥子。哎呀，一个小菜，哎呀，吃不赢了，咋子整？没弄多，没得事儿的，冷不屋头啊？不能，像两个说多一些，那两个人建议多喝点，青菜都喝闷了的，弄大一把了哈。要去跑出去的。哦，谢谢的，我省了给买，合适得很。我妈那哈又给我省了这个新菜钱了，十多斤你看，两包下去了，又得多修了。来嘛来嘛，过来嘛。乖子从来是肚子饿了嘛。两心没闹噻，刚才就挨打了。哦，你龟儿出好人，不打不抢人。这个是啥子哦？哎呀，洗洗我们大乖子。我给你。要得要得，哎呀。我大乖子那懂事得很喽。大姐，我看火了。那哈你们老点儿，不是抢人过街闹啊？今天我们老三开荤，特意喊我妈老汉上来，随随便便的，给买点菜回来，但是他有一个意思，好了吗？要得，走，怎么？老汉，你看着娃哦。哦，要得，我看着娃。好，要得走，我们开始。兄弟，我干嘛去？怎么了，小姐？快点去！这块儿的盐巴，让我晓得。让我称斤。我。哎呀，吃饭喽！这个娃儿开荤哈，就必须要找一个哎胃口好的，不挑食的。所以说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来了。来，丫头，今天我们就开荤了哦，先吃一口葱，葱葱明明，再吃一瓣蒜，能说会算，再来一个蛋，越长越好看啊。还是吃一口的，吃一口蔬菜，逍遥又自在。哎呀，再吃一口嘎嘎，嘎嘎吃了就是多福多寿。这个爸爸来帮你塞点儿。再来一个鱼头，鱼头吃了吃穿不愁。好。最后再吃一口米饭。腰缠万贯，好，圆满成功。开荤仪式了，就这样就结束了。从现在起，这个小娃儿他就可以吃荤的了，吃嘎嘎了。吃嘎嘎。好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包哥整。包子你整的啊？啊，应该要红烧。那你整的是这个部分。哎，大姐，煮嘎嘎没有？你吃蛋吗？有没？啊，尝哈味道，好吃不？好吃不？哈，巴适的很。还有味道，肯定吃。